大家看这个雪，都全部掉在这里了。你看我动一下，它就会掉下来。哦哟，哎，结冰了都，快接着。嗯，太厚了，你看。哦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斌，我的家乡下雪了啊！今天我要带你们看雪景，大家知道我手上为什么戴个手套吗？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，跟我来吧。现在戴上这个漂亮的手套，我准备了堆雪人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堆2019年的第一个雪人啊！我现在开始了，你们也可以看一下，外面的风景非常的美啊，还有云海，漂亮的很。我现在就开始堆雪了。哎，现在我们去那边堆雪啊。我的家就在雪域，我太阳出来了，等会雪一下就化了。听那滔滔的江水，把古老的深情送进我心底。我想轻轻地告诉你，我的家就在雪域。他怎么又来了？现在他不是在你吗？可以，我就是那片云。到了，哎，好了。来啥了，姑娘？快给我先！我的雪人呢？你听到了？来了，来了，我来。谁？去！拿下来的走下去，要找个东西，找个方法，我说一下。最近赶紧是要抽烟机，赶紧是抽烟机，那就尽量给你照点，看那怎么办。这鼻子有点翘啊，朝上弯起的，然后再去找两个眼镜嘛。把草原和蓝天想念在一起，我想轻轻地告诉你，过来点，再结婚点。小时候我也在雪域，听那滔滔的江水，把古老的我2019年第一个雪人堆成功了，朋友们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觉得我堆的怎么样啊？欢迎大家来我们这里玩，我们这里下雪了，风景也非常美，还可以堆雪人，你看。也感谢大家观看阿斌的视频啊，记得点关注啊，喜欢的话记得多多点关注，帮忙转发一下，谢谢大家。